这个节目一场接一场。嗯，这回呢就算轮到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了。我们俩有些日子呀没在这个舞台给各位听户们表演了，有年头了啊。可不是吗？嗯，这个有年头了、啊、这个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的这个机会啊也是比较少见。因为什么呢？都各自有各自的搭档。没错，我那个搭档呢就没参加这个节目。对，你那个搭档参加这个节目，嗯，为什么不用你呢？嗨，我不是还没提到副总这个职位上吗？看来做一个舔狗是多么的重要啊。其实我们哥们儿私下关系都很好。哎，关系不错。别看我们哥俩没怎么搭档，嗯，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依旧啊还非常的默契啊。主要我们有私交。哎，对了，我们私下关系很好。哎，好朋友好兄弟，亲密无间。对，能达到什么程度啊？嗯，无话不说。对，哥们在一块儿，其实啊我们哥俩呀那没得说呀、哎、没得说就是没得聊是吗？不是，就是关系没得说。哎，得这么着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觉着好朋友之间在一起啊就是得敞开心扉。没错，聊点跟外人不爱说的，说不出口的，嗯，或者有心里边有什么别扭的呀，不愿意跟别人说，就愿意跟他说。我也愿意跟您聊啊。可不吗？嗯，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心里边都得有点什么禁忌，不愿意被人提及的，这时候让好兄弟好哥哥排忧解难。哦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我也有啊。您有吗？不愿意提及的东西太多了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上这都还好吧。也，你说平常我这人大大咧咧的，嗯，看似大大咧咧的，嗯，但是我这心里边也有小公举的那么一面。我觉得您啊，没别的毛病。我后台朋友多，没别的毛病啊，除了不好看，剩下的哎，怎么说？哟，这是急了啊，不跟你好了。怎么还急急？废话，哪儿的事儿啊？怎么还急？拜拜拜拜！咱别一到南京，咱就学人家南京的节目，行不行？急！拜拜拜！不是，您这是这个词儿是您的扎心禁忌词，扎心，不爱听这个不好看。哎呀！不爱听啊？好看不？哎，好看。我倒不是说我觉得我有多好看，您哎，我是觉得别一上来人家就特别武断的说，哎，不好看，哪儿就不好看了？评价一个人好看不好的标准就光看颜值吗？完了，你们是太在于表面的人了。是啊，再说这东西它也分跟谁比。那您跟谁比呀？对不对？好了，你说跟人家秦霄贤，咱肯定不好看了。那您想？我要跟岳云鹏比啊。谁说还不好看来着？谁说的？那眼睛该配个花镜了，我跟您说吧。好几个人啊还没说齐啊。不是，什么叫没说齐呀？您跟岳哥呀，他是活在 P 图的世界当中。岳云鹏老把自己想象成吴彦祖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嗯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对不对？都有不愿意听的事儿。嗯，这就心里边的禁忌得跟谁聊啊？兄弟之间，对，互相的宽慰。嗯，再者说俩人怎么叫好啊？嗯，外边人说不出来的话跟谁能说呀？谁呀？跟我兄弟能说。兄弟之间没有秘密。当然了，我兄弟有什么哎心里解不开的谜了，嗯，找谁呀？找我来。对，当然说实话，我们哥俩这小孩不也这样吗？小孩，我有一小秘密，我要告诉你，嗯、咱俩是好朋友了。嗯嗯嗯嗯、这不是这小孩吗？这不是小公举，这小傻子，这是小孩吗？啊，我跟你分享一个，是，你也得跟我分享一个，交换秘密。哎，外人我不说这事儿，当然你不是外人，跟我亲兄弟一样，我愿意说，我就有一秘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呀，植发。是吧？您对植发打10岁就开始植，哎，一年植一回，一五，就那黑衣服那个戴墨镜那大哥，回头我把电话给你，走一个，哎，
到时候哎，你到我那儿办卡，便宜你提我，你别走哎，落了，我给你打一八折。又一个，又一个，俩，仨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有头发的怎么还跑了呢？哎，卖毛囊也行，收毛囊的也可以啊。我们这收毛囊是8块钱一个，好不好？那个，您看您这毛囊挺富裕的，可以到那儿收一下毛囊，啊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怎么也站起来了啊？都愿意，这看来是做黑衣人不挣钱呀，还是卖毛囊挣得多？我跟你说啊。好家伙，太成功了，给一气走好几个。到那提饼，哎，又去一位，好，得得，这都算行了啊，哎，两仨了，行行，好，这又来一个，啊，真是我跟还是他会上空，我不骗着，嗯，我10岁就开始植发，哟，啊，这后边这都是假的，开始啊都是用自己的，往上边植，嗯，后来这都没了，我就身上什么大腿毛啊，啊，胸毛啊都没了。啊，嘎着窝的毛，你有一阵儿，你看我那头发直打卷儿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哎呀，又走一个，这行，这行，这行，这个秘密啊，这植完这就是自来卷啊。那可不，那可不，啊、真的就省着烫头了。你看那哥们那头，就有可能是嘎着窝直的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哎，走，这俩，仨、啊，实在不受这罪了。崩了！为什么这事儿我轻易我这秘密我不愿意往外说？嗯，我就怕我说完之后啊，跟那朋友一聊完，人家以为啊我要偷的毛囊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敢说。小饼很成功。对对，轻易我也不说这事儿。嗯，我就敢跟你说。我也不富裕，我也不富裕。确实，这算秘密了吧？我看您薅我头发。哎。兄弟，我没拿你当外人吧？是是是，对不对？这好朋友。您既然说这那么一个秘密，哎，可不，我要跟您说一个秘密。嗯，我这个搭档啊，孟鹤堂。那他的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你说人家的干什么呀？说这叫串闲话，知道吗？他不是没有眉毛吗？啊，对，没眼眉，对他没眼眉，没眼眉啊。其实他之前啊，跟您一样，也长过眉毛。多新鲜呀，谁也不是冬瓜呀出来，对不对？也长过眉毛。多新鲜呀。其实有一回啊，在宿舍的时候，啊、趁他睡觉，把脱毛膏啊涂了他眉毛。你损不损？打那天开始就不长了。你说他那点眉毛给我治后脑勺，这多好，这就浪费东西。其实你说那个呀，咱实话实说，你这有点缺德。不是有缺德，你这恶作剧。你那算你现在小玩笑，现在人家借助这个纹眉的手段，人家给纹上了啊！哎，看着也看不出来，比那还省事省着画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哎，当然我确实我有秘密，德云社我待这么长时间了，秘密多。哦，是吗？我们德云社有一个于谦老师，嗯啊，在德云社犯下一个重大的舞台事故，哦，喝多了上台，演一分合弯，导致我师傅台上很尴尬。啊！大家伙儿，这各个平台呀、啊，都传为佳话。就演出之前喝酒了、啊，对，然后导致我一个人在舞台上说了一个90分钟的打灯谜，把我会的谜语都说出来了，又饶了几个加减法，哎，才算结束。不，这不叫秘密，大伙儿都知道、啊。哎，这不叫秘密啊？什么叫秘密？谁跟于老师喝的酒？谁把于老师灌多的？这是秘密。谁呀？我爸爸。我爸给他灌多的，就为了让我多在台上展示展示。哦，我你那么个，我要说这个，我这不就给开除了吗？这不就？哦，能这哎，你提于老师，我想起来了啊，我跟于老师啊还有点小秘密。你们有什么秘密啊？你不知道，我跟于老师啊，在一个地儿烫的头。这叫什么秘密？这叫凑巧，这不叫秘密。你听我说呀，啊，我们俩呀，啊，用的一个卷发棒。您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叫，那太正常了呀。您听我往下说。你倒说呀，你照，哎呀，我们俩呀，啊，
一个理发师。哎呀喂，你别这马上来了，快一点、啊！这理发师啊，收集我们俩毛发以后去鉴定结果，我们俩都在你那儿植过发。